欢迎你好班，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政治到了，今天是嘉宾来代班哈。各过两天，中二选区特别投票，不是明仔载哦，亲爱的观众朋友，不是明仔载哦，是礼拜日后天要中二选区投票。在台北的部分有罢免林长佐的同意与否的一个投票，好，都是在礼拜日，大家特别来注意哈。那选举呢，这个几乎大家第一次把全国的焦点关注在中二选区，大概惊一跳，原来这是一个很远很远的王国。我只要当到了明代，我掌握改变国家政策的权力。我可以坐在桌面上跟官员来画帕拉肯，我的叫你来外服务处，我给你教示一下，我就可以决定说我家门口可以有捷运站。原来中二选区这种事情还活生生的在发生，被揭穿之后，找中二选区捷运站边啊土地租赁来讲，你讲，伊是不是大家拢家四居在也拢有土地？很多年轻人说无呢，我咧无土地，唔知恁到五十几笔、六十几笔，而且呢没有选公职的这个严家二公子名下，到底还有多少土地，还是一个不知道的秘密。好，那么这也使得这一连串的检验之后。严宽恒总是站在徛在家站，徛在劳工的代言人，结果发现说，原来做明代这么好哈，但、就是你干的明代啦，你若干的话哈，你可以掌握权力，你利用国家的钱，利用公家的资源，改变市政规划，让自己的土地从便宜的、法拍的。别人的房子地土地要被法拍，我来介入，没有人敢来跟我抢标的，我都便宜买起来，到时候改变一下市政规划，我的土地叫做点石成金。点石成金的神话不是在书当中活生生发生在中二选区这个地方，今天再来好好的讨论一下中二选区这一站，我们站在的是哪一边？历史看待的又是哪一边？哈，先来介绍与会来宾，首先介绍是民党新北市议员何伯文，大家好，大家好；政治学的教授范思明老师，慧敏好，大家好；来介绍是民进党台中市议员周永恒，大家好；再来介绍的是知识媒体黄创夏，慧敏好，大家好；我们要介绍的是国民党的文传会副主委黄子哲，慧敏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来介绍的是资深评论员许维志，阿斌长大家好；好，我们要介绍的是前台中市的交通局长王义川，大家阿曼。好，我们这个王局长可能内心也很有感触哈。过去的一些规划，汹涌汹涌改变，很明显就是在图利少部分的人，忽略了大部分的市民。但是因落算呐，无法度眼睁睁看着好好的应该为大家规划的事情变成私利，他们只能生气，他们只能愤怒。因为一当中讲，哎，过去讲这上要跟你听啊，啊，就是偏偏陈柏伟宏罢免了，哪个才讲哇？居然有这些事情，居然市长配合严家配合到这种地步，一一揭开哈。我们先来看 VCR。怪手开挖动工，严家招待所因占用国有地134平方公尺，被要求拆屋还地。两天来大动作施工，一层楼的砖造平房几乎快被夷为平地。国产局的那个副处长来一下，才开始听，终于的开始听。政府拢真早后白讲讲的呢。以817公保地来看，去年12月开拆都已经一个月了，自拆进度缓慢，反而是公保地上占用国有地，两天火速拆除。不止如此，严宽恒杀戮豪宅、车道等设施还占用国有地。国产署来的会看的照片，大概是围墙跟大门的部分啦、啊，其他应该看起来是没有。豪宅在保护区内盖车道、植栽，还有围墙。都发局说，如果不符合使用目的，将依违反都市计划法，可开罚6到30万，并勒令改善。只是国产署会勘当天，台中市府等相关单位没有一同会勘，就连公保地拆除进度慢，让都发局的脸书被网友灌爆。网友在留言区天天询问拆除进度，抨击市府没有明显作为。哦，这真的是发生在台中市的瞒天过海。透过这次的补选，大家才可以一一检视哈。给大家复习一下，因为后天就要投票了，我们是明仔载，是后天哦。好，来看看11月底的时候就发现了817招待所的事情了，占有公保地。那么严宽恒自己也开怪手嘛，但是呢，他说其实所有持有公保地的人都是受害者了。好，哎，好，来27号的时候，立委林楚瑜他说这个公保地应该是占有国有地吧？这个公园哈，这个看起来是被
他们严家动这自己的后花园啊，哈，严仁贤需要缴150,000的补偿金。另外呢，沙鹿千坪庄园哈，这是12月底揭发的，疑似二次施工长高长胖，还把保护区国有地当他家的凡尔赛宫的林荫大道。好，他说呢，这叫合法承租啦，哈，就是讲，欸，没有违法，一切都合法。连我终结捷运 B8 正印站这个月初被发现的哈，连前市长林佳龙都要问了哈，为什么 B8 站更改不是市府宣布，是严副议长在脸书公布，以及新站周围严家有哪些土地？哈，严宽很公，你家己无做好，你来跟我检讨对吧？哈，沙鹿沙丁卡够一个黄昏市场被发现是违建的哈，一共。他只是出租地，其他他都不知道。哎，今天你花一碗叫你喝者哦，买了地去收租金，然后什么事情都可以说不知道了。你是立法委员呢，法案的部分遇到严家的利益过得特别快，违建的部分遇到严家呢，哎，可以门打开，不用让官员进来哈。我给他跟猛湾制作员工，哎，那那个严宽恒的太太今晚吹掉呗，吹掉门哈，跟唔知啦哈。来，再来看一下105号码头，马西金泽特伦无期电子游戏场，一共一起房东俩出内卡米波关黑。好，这个那么多事情一一说不清，但是马上就要选举投票了哈。我们看817招待所现在是拆除的蛮快的啊，变得比较快了啊，博文。这个刚刚看到这个主持人一连串念下来，你说今天那个817那个817的招待所现在才在拆，对不对？那换作是一般的老百姓，有可能等到现在吗？那种违建啊，有时候而且那么明显的违建，那个坦白讲，那隔壁邻居或者是路旁有人看到即报即拆，怎么可能让它留到现在？而且哦，竟然这么重要的违建，说哎，这个现场事务人员没有人到现场去。另外，我讲到那个沙龙别庄啊，什么叫沙龙别庄？就是刚好在沙鹿龙井中间呐，哈，沙龙别庄一样里面有违建呐，啊。请问那一道那个那么豪华的那个大门旁边那个警卫室，然后主建筑物旁边，我都先不要讲主建物长高又长胖，主建物旁边的那个莫名其妙的一个建物，连始造建造通通没有，他盖在那边，我请问他拆了没有？一样没有拆啊。所以我跟大家讲啊，严家拼死命拼老命，他也要挽回这一席这个立委的违建，不是你说了算，不是严宽恒说了算。开玩笑，那个占用那个国有财产署，你看国有财产署后来啊，所以这几立法委员那种基本法律都没了解，立法委员呢？就是因为我们知道说，他如果这次又调到立法委员，你看看他过去这些所有的特权，他继续延续啊。我讲起来，刚说悲哀啦，我跟你吼，做民意代表，咱咧质询。咱为着地方，为着民众，咱咧质询都讲起来，咱嘛足犀利足大声。严宽恒在立法院很少看他质询啦，唯一一次质询，觉得哎，干嘛质询的还不错，还蛮像样的，竟然是为了105号码头。105号码头这个看在民众眼里，啊，都刚刚够领导你啊。所以我提醒大家，礼拜天的投票，大家想清楚。所以我真的呼吁大家，1月9号，我们真的要好好的返乡回去投票，用我们自己的选票去改变地方。我再讲一个那个地方，最近有很多这个妈妈在跟我讲，伊讲吼，严宽仁吼，香港讲感觉吼，上届无法度接受的，其实还有一点，就是迄电子游戏场。你怎样吼，真正做者妇女朋友，做者爸爸妈妈吼，对于电子游戏场是最感冒的，因为吼，我先不要管说里面有没有什么藏污纳垢，有没有赌博，那个有证据我再讲，我没有证据我不敢乱讲。但是确实电子游戏场是让很多年轻人或者让一些人去里面流连忘返，甚至搞到倾家荡产的都有。所以我认为在这个部分，这个电子游戏场奇怪，刚好沙鹿那几家通通要么就是他们土地上租的，不然就是那个相关的企业负责人跟他们家有非常紧密的关系。我坦白讲，从大大小小事情我们就可以看出来，为什么严家非要保住这些席立委，他不是为了你的权益，他是为了保住他们严家在地方的势力跟命脉，所以1月9号是我们的机会。对，后天就要投票了，大家都在看817招待所，你到底是不是听不听？大家每天都在检验进度，对不对？其实这个13号到24号这段期间其实没什么进度，这个经过17天没有什么进度，到了这个
29天1月5号的时候进度还是缓慢，结果要投票了。1月7号有没有？现在呢，疑似警卫亭的这个建筑物呢，终于是把它给夷为平地了哈。这是817招待所，这不是严宽恒的房子，不是，但是也是严家的招待所。那严宽恒本身自己的房子，这个哦，这个他专员豪宅，一开始都说一切合法。一共全部都合法，哪里违法？什么证据？你去告啊！结果呢？你看这个最基本的，一届的庄园豪宅马红垮，涉及违建，最高可以罚30万。台中这个国有财产署其实3号就要会刊，不得其门而入。好，公太太吹波浪啊，我们在招聘队啊，市府也聚一同会刊。台中市都发局回应哈。终于回应了哈，收到国有财产局的会刊记录，针对保护区建车道、植栽以及围墙，会找行为人说明，如果不符合使用目的，会依违反都市法开罚6到30万，并且勒令改善。我想请问一下周议员哈，因为我们这个每天在检视他拆除的进度的，这对很多平民老百姓来说情何以堪？他要是一般民众被报是违建，下场是什么？严家为什么跟人家不一样？我觉得这个目前地方乡亲的声音，大家其实颇多怨言，包括本来都是投票给这个蓝营的这些乡亲，为什么？因为大家觉得说奇怪，你经常是动不动你来查我的违建，然后你就叫我马上拆。那我们也常收到很多陈情，最近还收到很多陈情啊，就说啊，这个市政府都发局又来文说要我拆这个，要我拆那个，你只要骑楼下。你有这个骑楼之间，你稍微弄了一堵墙或者弄了一道门，他就来马上要拆，是没有给你任何时间说让你自己拆的呢。那现在是这样子哦，我觉得严家还有他的幕僚团队真的很奇怪哦，他们永远的说法都说，第一个就是说我依法处理，但是他不处理。第二个哈，我觉得卢秀燕有必要回答说到你是台中市的市长，还是你是严家的市长？因为817这件事情，你不用再去讲，不管不用讲这个国有地国产署的部分，就你台中市政府他已经违反你给他的建史照了，所以你超过建史照的部分，而且是那么明显的大门围墙，这么明显的还可以拆到现在。不只是这样，我要讲一个很重要的，因为他说要拆啊，所以他之前打了6个洞，然后现在把那个墙也拆了部分，对不对？为了要拆，为了安全，他是不是有拉一条警戒线？本来那个地方都是大家人车要经过的地方，你有一家人说不管他是要拆违建或者他要盖东西，当你拉一条线起来的时候，你就影响到大家的出入进出，行人的安全。光是这件事情从他拉起来到现在，你市政府要不要去要求一下说不然你就紧贴啊，不然你这线就要，你要赶快把这部分清除干净，至少人行道车在走的地方你要让人家走啊，否则以他这种拆法，我一天打一个洞，然后我打到这个打到民国不知道200年都还在打。所以我觉得市政府其实哈，我真的建议你哈，投票快要到了哈，但这已经跟投票没有关系，这是台中市民在检视说你台中市政府处理这一件事情的态度是什么。你会让人家觉得你的标准不一，你的标准不一，未来要如何去执行你的公权力？我觉得这是一个哈，市政府真的要跟大家来解释说明的哈。第二个是哈，我觉得坦白讲啦，我觉得他们家的幕僚也很奇怪哈，就是。你真的是隔一段时间动一下，隔一段时间动一下，然后他从来没有一句道歉哦。我要讲的是这个，你要有去道歉，或者说拍谁啊？道歉不一定说你可以不用说拍谁，我问你违建，你也说啊拍谁，我们搞不清楚，搞错了，我给你来处理嘛。从817有没有一句拍谁？没有。当然他说啊，这就不是我的啊，这是我弟弟。好，那你到你们家的这个沙鹿的这个豪宅庄园，哈、哦，你有没有一句说拍谁？也没有啊，一切合法、啊。然后到这个捷运不是我很严格很说了算啊，然后违建啊，然后到这个黄昏市场，捷运倒是他们家说了算。台中捷运蓝线设站碰上立委补选争执不休，前台中市交通局长王义川再报，还有2处站点有玄机。现在 V1 站提早了1.6公里转弯的周边，也有他自己严宽恒的土地，现在在做电子游戏场。那我们就不禁要问，台中市政府为什么？
要做这样的一个改变。王义川透露，台中捷运蓝线原本在台湾大道时段规划起始站 BA1 站，站体就紧邻奥莱商场与台中港游客服务中心，之后改的 B1 站则必须从台湾大道转到临港路上，这一站的位置刚好与连宽横在无梯的土地直线距离 1.5 公里，从规划的站体开车出发前往连宽横出租给电子游艺场的土地，车行只需要4分多钟的时间。那现在做了这样的一个调整，我想接下来台中市政府要到交通部去做说明的时候，恐怕又要费一番功夫。用地的协调过程里面，跟港务公司协调好几次都不同意我们在那里设机场，所以我们就赶快在沿线找其他更适合有这种可用的这个机场用地。此外，王一川也说，捷运蓝线原先规划2个机场，不过后来变更为设置龙井机场，刚好附近也有2笔沿宽横十分一定比例的土地。好啊，因为我们在台中港的这个机场里面，我们用地没有办法，最后协调没有办法取得，所以因此我们就在原来云溪的这个三级机场的这个龙井注册场，我把它扩大为这个五级机场。制定沿宽横团队针对王义川的质疑说，沿宽横从未参与捷运规划，也不再说明回应。不过台中市交通局捷运工程处长说，捷运规划开发真的不会知道有谁的土地会在场站周边。结果我们发现说，捷运其实这个话题大概加一碟啦，大概是韩春公，咱伫咧台北住吼，咱得要住捷运边啊，咱得开较侪一钱买较贵的厝。那因为有捷运嘛，哈，那就是大家会觉得说价格多花一点。我没有想到说，在台湾这个国家，居然可以发生说，我先把地买好，我再来决定捷运怎么盖，反正市政府会听我的，我家地在哪里，捷运就要开在哪里。我家喝康的代志发生在中二，结果呢，大家一一检视了捷运站之后，我想哈，这个前交通局长应该心有所感呐。过去他们做了一些规划，后来呢，发现换了市政府之后呢，规划也换了。如果换得更好，那没话讲。好，换得更好都是为全市民更好，那是好事。结果换了之后让你吐血，那怎么回事呢？还好这次有补选，可以让他们来好好的讲清楚、说明白哈。结果一一检视一下，发现说 B1 站居然又有状况。原本的 B1 站是盖在哪里？三井奥莱，这大家都嘛知，但出来的是一个热闹的地方嘛，或者是一个可以创造很多就业机会的地方嘛，所以原本呢就在三井奥莱，没有想到一挪到了 1.6 公里之外的一个新 B1 哈。为什么要挪到离三井奥莱 1.6 公里的地方？关键没有了解哦，台中人跟台北不同款哦，台北都坐公共运输啊，然后这个走路走惯习哦， 1.6 公里对台中人来讲是不可能走路走得到的，等于说我坐到这里，我要怎么搭到奥莱？我是不是又要给港姐的接驳车？那为什么要移到这里？是不是离游戏南海电子游戏场或一番电子游戏场比较近？我们要请前局长来跟我们说分明了。局长，好，从这一段时间，我们发现，B 八站正音站啊，出入口有严家的土地；B 四、B 五站呢，这个沙鹿火车站被原来的共购转成被移走了，那移到 B 四、B 五新的站址的中间，也有沿宽横的土地。那我们就继续往无期的方向走，我们就发现原来 B1 站也被动过手脚。这一张这个我们的这个空拍图啊，就是我们原来这个位置啊，这位置是原来我们的这个 B1 站的位置，它这个位置的正对面就是三井奥莱。我想台中人对这个地方现在不陌生，假日是非常多人到。那这个站呢，一下来就是三井奥莱，要离开也很快。可是我们就发现啊，新设的站啊，被在前面两个路口移到了前面的两个路口，在台十七线转过去的地方呢，刚好在这个地方呢，旁边刚好有一个公保地又出现了，又是一个学校用地的公保地又出现了。嗯，那我们就觉得很奇怪，明明可以设在这个三井奥莱的，为什么要往前 1.6 公里在前两个路口就转弯？我们就觉得说台中港外面的白海豚会转弯，连台中的捷运也跟着转弯。那我们就很好奇，那这为什么要移到这里来呢？我们就去查了这一个地方啊的地缘关系，结果我们就发现啊，这个往这边移动了以后啊，它距离有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叫做四维中街。四维中街大家就很熟悉这个名词。四维中街是什么？四维中街就是有两家电子游戏场，一个叫做一番，一个叫做游戏南海。这两块
这个两个电子游戏厂在严宽恒的财产申报里头，刚好是视为中阶的153号跟155号，严宽恒自己写说这两间是我的，嗯，这里头的地啊，将近1000平方公尺的地也在这个地方。刚刚 B4、B5 站它有650坪的土地，这一个 B1站的这个中间，这张图没有画出来的另外一边叫做 B2 站，这里有个站啊叫 B2 站，刚好又在中间。嗯 ，B4、B5 的中间是严宽恒名下的土地，护安段的土地650坪，在新的 B1 站到 B2 站的中间就是金脉电动金。那我想这整个的这个路线，从调整路线到这个改车站，嗯，移动，我们就发现了一个更可怕的事实啊，就是这张图啊，是我们原来啊，是在2017年，我们送到交通部去审议的这个台中捷运长期的路网图，这里头有一个地方叫做台中国际机场，是这个台中国际机场，就是我们这个位置呢，就是我们的机场捷运。可以往这边走，走到清水跟沙鹿也是一个转乘、嗯、就我们刚刚提到台铁跟捷运南线会在这段转乘，这个机场到清水到沙鹿也可以转乘，可是这一条路线在2020年卢秀燕送到交通部的报告里头不见了，都转了弯了。各位看，刚刚我们讲说这个捷运南线的 B1 站转个弯就在这里，这一条机场捷运原来要往这个方向走，断掉，嗯、也转了弯了。各位看两个转弯，这两个转弯，我现在把它涂黑黑的地方，各位知道这什么地方吗？这叫做清泉岗产业园区。哦，清泉岗产业园区。嗯，捷运南线到底，你把它转了弯，连机场捷运你也要转弯，转弯的地方。刚好是跟严家相关的清泉岗产业园区、嗯、而且因为转了这个弯，这一条机场捷运到不了清水，也到不了沙鹿。嗯，哎、欸，局长，我要帮严家说一句话了哈。阿官，严家的在台中，我就是生于斯，长于斯，我就是这么多土地啊。你捷运安那位就是经过我家就是这么巧、啊，因为我就是地太多啊，想哪里爱好你修理，爱好你忍。我想哈、哦，一个专业的捷运规划啊。当然要考虑各方面的需求，在综合规划的阶段，现在就进入到综合规划阶段、嗯、每一笔土地是谁的，台中市政府不可能不知道，因为我们接下来就要启动土地征收、嗯、台中市政府的交通局包括台中市长，你们去变更了路线，变更了车站的位置、嗯、变更完的利害关系人都改变了，原来会被征收的土地不用征收了，原来不被征收的土地要被征收了、嗯、原来没有办法做联合开发了，现在要做联合开发了、嗯、原来没有出入口了，现在多了出入口了，这些土地价值的改变在综合规划阶段，你们送到交通部的综合规划阶段里头，你们就已经查清楚每一笔土地到底是谁的、嗯、难道你们都不知道你们这一些改变跟台中市一位监督你们的副议长家族有关吗？好，局长，我还是要请教你一个问题哈。以原 B1 来说好了，正常的捷运设计，比如说台北，我们就是百货公司的聚落，就绝对是一站嘛。对。好，那为什么他这个挪了1.6公里来到这一边哈，离三井奥莱差了1.6公里，是为什么？总要有一个合理的说法吧？是为什么？他现在在这个报告里头啊，嗯，说这一个因为到就是说这个三井奥莱对面这个台中港务公司的用地啊，他们无法取得，嗯，这也完全说谎、嗯。我们送进交通部的可行性研究，行政院要核定之前，就有要求台中港务公司必须出示土地的同意，这个公文都附在当时的报告里头。嗯，台湾港务公司的台中分公司是同意把这一块地拿来当作这一个车站跟机场的用地，那为什么他们要睁眼说瞎话？这我就不清楚，因为太多的改变，从我们刚从 B8、B4、B5 到现在 B1 的这个改变，这么多的改变，我想对行政院也很困扰，因为他已经跟可行性研究所有的分析的内容都已经有了重大的改变，包括所有的费用增加了300多亿，
做这些改变要多300多亿，台中市政府，你们这样做对吗？300多亿，台中市政府也要付钱呢。这300多亿其实包括现在的人工啊，好，所有的建材各方面，其实也都有在涨价。现在台中市政府还在修改，因为里头太多事情必须厘清。局长，我这几天哈，这个follow这几个新闻的发展，我一直有一个不懂的地方，就是为什么市长要怕严家？为什么？卢市长在选举完的3天，就跑去了正义路一号。正义路一号这个地址大家非常熟悉，就是那里查到了那、去找了严家的这一个父子父女，那就直接跟大家讲说，他带了一堆媒体，对着媒体跟他们说，我们都配合。但是你可不可以讲一点内幕，为什么那么怕他们？为什么捷运可以这样改来改去？谁不知道捷运应该开在这个大百货公司的旁边？各位知道卢市长当选是靠台中的地方派系，包括红派黑派的整合。那卢市长选举的时候，各位知道卢市长选举的竞选总干事是谁吗？谁？严宽恒。那严宽恒当了竞选总干事，选上了以后总要回报竞选总干事。再加上红黑派的整合，黑派的这一个掌门人当然是严董事长，所以这一个过程当中，对卢秀燕来说，海线整个海线要巩固他统治的基础，他必须跟严家低头。但是我们能够理解这样的状况，可是立马这个想喊嘛，规条捷运安尼改来改去，延宕影响了整个工程，也影响了整个的这个经费，这样子对吗？到节目现场，其实我这几天很纳闷的，就讲为什么赫赫姐的市长这么怕严家的势力？哈，刚刚局长已经有讲过啊，选举都在靠因嘛，他们是大于国民党的一个存在嘛。但是真正拿安尼时阵，咱讲爱得爱揣这个选择这一种，必须要向某些利益低头的市长吗？市长是要为全市民来服务的，市长用公帑来开发设计捷运站体。都要考虑的是全民的利益，不是某一个家族的利益。好，这个所以说呢，卢秀燕，我想他最近压力很大啦。他PO了一个文，叫做“处事无畏”哈。他说这个“处事无畏，和平共存”哈。那很多网友就来批评了哈，你是台中市民的公仆，不是严家的。蓝绿捷运为什么舍弃牺牲2到3万人潮的龙井？大肚市民可以方便搭乘最近的平底站呢？等等，大家才开始进入到这些讨论，才知道说换人执这个换人执政之后呢，影响的后坐力是这么样的一个大哈。严家这个严立敏副议长也不是盖的，昨天是气势汹汹，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先来听听严立敏呛林佳龙的说法。我想针对这几天呢，有关于我们台中市前市长林佳龙市长，他所提出来的这个正音站的一个争议哦，还有包括平顶站的争议，我想呢，首先先请问我们林佳龙前市长、交通部前部长，请问一下，如果平顶站、正音站真的这么重要，请问一下？为何你在台中市长任内没有将平顶站、正音站纳入规划，而规划了所谓的南势坑站？南势坑站大家都知道，方圆500公尺内根本就没有住人。那再来呢？大家可以看到我手上这一张，上面这张图呢，这个是107年林佳龙市长任内送给交通部的一个可行性研究报告。那当时在107年的8月份，行政院核定通过，这张图上面写得清清楚楚，根本就没有所谓的平顶站、正音站，就只有一个所谓的南势坑站。南势坑站当时的设定就是说，那边未来要有一个物流园区，但是现在这个物流园区的计划已经消失了，所以现在台中市政府才会顺应民意，
将正英站纳入规划，还有包括了平顶站的部分呢，其实现在交通局也正在评估当中，到底是正英站比较重要还是平顶站比较重要，请林佳龙前市长出来说明。罗冠廷他在脸书上质疑说，这个正英站设置的出入口啊，是盖在这个严家的两笔土地上，这个部分您怎么回应？来，我想请问一下，刚刚我们不是有一个阿伯来，请问一下，你是不是有土地在这儿？对不？我家本身出事在这儿，我当然家有啊。有啊。对啊。我想再请问一下。这边在这边市居的民众，难道不可以有土地吗？我干嘛好这么爱呼吁，阳光好来这里花微玩，所有家里有土地的捷运站，通通开站，每一个地方都开一站，这样可不可以？欸、我想请一下局长吼，你讲伊这 case 来资料有真大的问题，问题是出在倒位？因为真侪观众朋友吼，无听你解说，竟然讲有道理啊！你林佳龙规划一个南势坑，你南势坑拢无人，你是哪规划的呀？是不是林佳龙有问题？好，我把我们捷运规划的程序简单说一下，从可行性研究到综合规划到最后的工程，可行性研究送到行政院核定的时候啊，上面只有号码啊，比如说 B1、B2、B3， 就是这些号码，那它会点说它坐落在哪一个位置，并不会取任何的站名啊，所以在可行性研究不会出现站名。理论上综合规划也不会出现站名，因为站名还要通过包括市民大家一起来讨论要取哪一个名字。昨天呢，严立敏副议长拿出来的那一张图，他说那是可行性研究报告里头的图，昨天直接被台中市政府的捷运工程处的处长打脸，他说那一张图是在维基百科里头的台中捷运南线的路线图。那这个图呢，是一个网友，新竹的网友在网络上自己画，丢上维基百科，自己取站名，自己好名啦，所以就会出现刚刚讲那个南势坑站，那一个名字是那个网友取的。哎、啊，严立敏当副议长，可以最接近市政府的决策，引灾也可以接到网友的图出来。对，然后就拿着那一张图问林佳龙说，这里为什么没有正英站？每一个站本地爱未得有站名，都一定加存河北名，所以我们也不知道怎么样回应他。只是我们告诉各位哦，你卖摕一张唔对的图，大家咧开记者会，这一张图被拿出来之后，在网络上被人家打脸之后呢，拍摄国民党佮开始做图卡。图卡也是用这一张图哦，就是他丢出一个错误资讯之后，他引用错误的资讯，然后国民党跟进拿这个错误资讯再继续批评林佳龙。对，然后呢，昨天直接被台中市政府的捷运工程处的处长打脸，然后呢，我很担心这个处长未来的前途。所以我想要举一下创下哦，这个处事无畏是这样的一个无畏法。其实这国民党的问政品质，你不会觉得很堪忧吗？这几天我们看了这么多事情，从八一七那个招待所到现在为止，终于了解说，其实你刚刚讲说那个卢秀燕有压力，他没有压力嘛，他在脸书上就告诉你他是处事无畏，与和平共处嘛。所以呢，不管你们怎么质疑他的公权力，质疑他怎么要不要查，要不要怎么样，他告诉你我处事无畏，所以呢，我根本就不管你们说什么。然后和平共处，当时为什么呢？当然是跟地方上要和平共处嘛。所以其实卢秀燕已经告诉你的态度了，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整个台中地区不惊不怖不畏，对，不惊如如不动，如如不动就是处事无畏。但是关键是后面四个字，和平共处。他其实已经在这边做一个表态了，做一个表达了，然后再一个表态表达就是卢秀燕的态度，然后这个态度里面再回来的话，你知道呢，严立敏刚才做一个什么动作？那当然这个事情是他们在选举，我们就是讲现在是选举的最后了嘛，他的选举一个操作情况是，他其实就立刻的把焦点变成是他们跟林佳龙的战争，所以焦点转移。所以其实我是觉得说在选举上也要小心。那另外一个情况是开始呢，他其实是，这也是我觉得后面的时候，在最后几天的时候，大家要比较谨慎的，就是林锡耀讲的要戒慎恐惧。因为他为什么把那些乡亲拉出来？因为他把那些乡亲绑成是他们的命运共同体。所以你会看到严宽恒去了黄昏市场，然后严立敏拉了这个捷运站嘛。我们还是回到一般的老百姓心里面，我如果能够做个黄昏市场人，坦白讲，
都是比较弱势的人，所以现在应该是处理这黄昏市场的时候，你怎么样让那些人知道说是严宽恒的问题，不是你们的问题。所以我是觉得这边要处理的，但是严宽恒现在就抓着把他们绑在一起。捷运站我讲难听一点啦，全台湾的人都希望我家附近有个捷运站，他们未必是在乎，因为盖了捷运站一定有人获利，所以你们要讲得非常清楚，因为他不见得在乎谁获利，他们在乎是我有没有捷运站。所以我是觉得他们现在就在玩这一个部分，就是把相关的人拉成是命运共同体。所以你会看到说严家的韧性不要以为说是这么的弱，所以我是觉得后天投票日大家还是心里要紧张一点。那至于你今晚的开始罢工，你是不是还雄心贵你头进谏？对，黄市长不能摆摊了。包含卢秀燕的任性，当他告诉你我是处事无畏、和平共处的时候，你也知道卢秀燕的任性也是非常强。所以我是觉得还剩两天，这场仗其实还是要戒慎恐惧。来，台中现在氛围怎么样？伟志，这个大家谈了那么多了哈，来看一下卢秀燕背后的这些红黑派。刚刚他讲了卢秀燕当年他赢2018年的三月份党内初选，他赢江启臣0.06%，千分之六而已。江启臣你也知道红派少主一定是红黑派拱的嘛，那时候是所谓的葫芦胡志强站在卢秀燕这边的，所以在上半年度2018上半年度卢秀燕是不觉得会赢，嘎凉啊气气气气就红了。到了下半年度，当然很多问题点了，包括什么根本问题了，绝对没你家，因嘛拢爱排的一挂政经，意思是啥？加点我一挂政策做了未歹，但是哪会当然未满意嘛？来喽，我提供一张，这个现在目前议长，我们议长叫张清照。我咧讲吼，咱台中的安排就是张家、廖家、甲刘家啦，刘松盘的老家。即马较有面的、较有你管代志，就是张清照、甲张清堂、张清池，海线拢知甲大尾，就是清堂啊、清迪因啦。因做低调诶，无像当归啊，因只口罩安尼啦。张清照议长他在脸书的粉丝团，每一个发文出来哈，拢破千的赞哦。来这本，他们在这个1月5号又发了一个文章，写什么？这里面几个重要的，那来看猫腻在什么地方？他写说他们家清水是迄、那个，这个青岛啊、青迪啊、青角，因的阿爹啦，他们的主场。他说海线第一个运动中心盖好了，那么这里面就写到卢秀燕市长哈、哦，这个。提到这个名字，再写二哥张清堂前里长，再写当地的这个秀水里的里长陈月娟，内底都无写到当归啊！你讲啊，这清水也是啊，不是这边的迄个中二选区，哎，不对啊！但是这个里面严立敏有上去讲个话，新加坡做这个顺水人情的内底，这个中共这一个月，严清照议长的脸书，还有张清堂议长脸书跟张清堂本人的一般的脸书。拢无写到这本中二选举选举，你安康派不是生命共同体吗？对吧？张清照议长的脸书拢会超过几落千个按赞，我甲看吼，这一两个月大家去遐看嘛者 ，open 的没有写到一个中二选区，讲要支持严宽恒还是支持党规啊？安尼安康派即马到底是啥物态度？搁一点，你讲卢秀燕，你昨天敢要听看嘛咧啊？你知影咧八七公保地，你才老含嘛？你讲拍了个洞，打了个洞休息一个礼拜，叫门口地啊讲。工班的老婆身体不好啦，所以暂时没有继续工程啦。这理由拿出来啊！叫阿不是因为你怕啊？我逐工经过一下，要来高铁甲说一下对吧？哈，阿都问讲阿你是安那安尼，阿就讲工班需要请者。卢秀燕，你想看卖？基本如果礼拜天开票出来，林静怡当选，卢市长、卢妈妈，你带你嘛边算了啦，你嘛边算了，我无咧骗。这今年的初选过来，你大概都叫硬掉去啊！开玩笑。是安怎这个代志你处理了？你是秘书呢，你管那济？你敢不敢艰苦一寡？所以我们现在目前哈，我们就开玩笑讲，冬瓜战、宽恒战、立敏战、不畏战、不惧战，继续战嘛。即马所有即马台中市的人，中间选民是啊会起小啊尴尬讲吼，那是安尼，唔那波多干尔。到现在为止，最大的你看算个最好，你看卢秀燕有衰无？算个最好，恁总嘛竟然我的民调降无大几，我年底看市场个股票，款式无多连任，是啥问题？每一个事件都是考验你的能力。红黑派市民是看在眼里。红黑派过去曾经有一个台中县的老县长叫黄仲生，黄仲生做高你的管定。黄仲生议长是一个绅士，一个gentleman的人，他过去自己也觉得说，想要他可以安欧牌，然后把持住。卢秀燕，你变黄仲生第二呢？黄仲生第二，然后你讲卢秘书、严市长就是讲这个道理在的，所以我跟各位报告，台中市这本选举你想看卖吼，咱不是你讲就讲恁尴尬，安怎喺度？你想看卖？刚刚那个博文兄来讲到严宽恒，来有一个数据给大家看一下，第八届立委质询，
第八届列咨询团队哦，列出来，好，从蔡正元、好徐志荣，这个包括这个许淑华、好王庭生、严宽恒咨询的一个比例高趴，唯一一个个位数9%，这样子的一的公股，甲大家讲，伊要去立法，伊甲大家讲大家的代志，拍摄所争取的事情，大家一个一个检验出来，发现都是自己的事情，所以拜托这本双计，大家哈、哦、明确想一下，很多事情还没有完全爆出来。好，刚刚这个创校有说呢，这个严家目前哈、哦、在这个战略上，就是说把相关利益共同体的人绑在一起，让这些人有危机意识。但是我们要再来问了哈，这个先从林佳龙这个新闻来看起，为严家改变捷运路线是否无法回避，需要说明。好，他说他担任市长的时候，规划终结蓝线的平顶站。市长一换人，在严家影响之下，平顶站消失了。从东海别墅到红光科大之间有4公里，所以有预留一个平顶站。现在换到正英站，正英站距离红光科大不到1公里嘛，哈。平顶站当时估计可以服务24000人，所以民进党是不是讲正英站受到好处的人？到给严家，但是这平顶站红溪先的24000人，是不是就不能投给严家？是不是安呢？好、哦，所以公另外呢，网站设场站设在公职人自己拥有的土地所在地，也涉及了违反利益。为什么严家都不清楚说明？范老师，我必须要讲哈，现在严家打了2张牌，一个就是恐吓牌，一个就是悲情牌。嗯，恐吓牌当然就是说你我已经掌握了啊，你们每一个。你们当地的居民，你们的家庭有多少人？你们家有几票？到时候我们可以看到，礼拜天一定在投票所外面啊、哦，有所谓的黑衣人拿着这个计票计次器这边算啊、哦。然后你们家的小孩子的脸书，他们也在掌控啊。那他的你，如果你的小孩啊、可能比较挺林静怡，他们可能用威胁的方式，因为我都完全掌握你们家里的状况啊。然后你们家有谁没有来投啊？你们家的小孩子如果在外地。啊、叫他们把身份证寄回家里面，然后来做控制，这是恐吓牌。第二种恐吓牌就是说林静怡如果上台，跟我们严家有关的人，有或利益相关的人，你们会倒霉啊！所以包含就是刚刚讲过的啊，这个所谓的正英站附近的地主，你们小心啊！到时候不但正英站可能设不了，你们的土地啊，可能也会被这个拿来做检讨。还有就是黄昏市场的摊贩，昨天严宽恒已经讲了。如果他指明他说林建宜如果上台当上立委，会不会这些摊贩未来就不保？他也在打恐吓牌啊！就你们小心林建宜上台，他们可能会来整肃这些啊黄昏市场拆违建啊，会让你们的生意做不下去。所以这是恐吓牌啊，两种恐吓牌。再来就是悲情牌。昨天说这个严清标啊，说他这个说媒体啊有媒体要去跟这个台中市民政局去了解说。这个严新彪母亲的坟墓是不是违建啊？然后这个事情严新彪听了之后非常生气啊，因为他是高血压，就送进了杀戮光田医院。哎，照片立刻出来，嗯，啊，然后就干他感觉说你们是要追杀人家的祖坟啊，就营造说这个连祖坟都要去啊，都要去这个制造话题，说他是违建，让大家产生同仇敌忾。所以这个恐吓牌跟悲情牌，我觉得这两天还会再有，嗯，啊，而且会更激烈。啊，甚至我认为到最后一天晚上，明天晚上、会不会出现全家老大大小小下跪啊的这种情况？我是觉得都有可能，不能排除啊。那另外，但是我觉得很多东西也被人家、这个、画面，事实上上次选举用过这一招了、欸，嗯，这一会儿再用会有效吗？这就是他们原家五代同堂、欸，这一次跟多么幸福。这次主要原因是第一个严清标，因为才刚刚啊这个。换肝的手术嘛、嗯啊，那他这个，但我们希望他身体健康、啊、我们希望他那个，但可能他这个，但他会感染力会更强烈一点、啊、因为他终究身体比较虚弱。那加上他的子孙，现在孙子都现在已经曾孙都出来了嘛，所以人数会更多了，多么幸福的一个家庭，比上一次更多嘛、啊嗯、而且可能带有更悲情的色彩、啊、所以我觉得，当然他要营造这种氛围了哈。但是我必须要讲，就是说，其实今天这个卢秀燕终于出来开记者会了、啊、但是他还是不愿意面对严家的事情，他只在谈疫情、啊、就是疫情现在严峻了，然后台中的这表示他第一个他还要重新找回妈妈市长的那种，对，透过疫情的时候打这个牌算有效，妈妈市长哎，你看那个我们防疫旅馆、啊、要怎么样啊，避免扩、这个传染的扩散等等，他要重新找回，因为他知道他最近失分失很多
啊，特别是对严家的违建，包含八一七招待所，或者是他的那个千万坪的豪宅啊，侵占这个国有地，好、啊，他国整个市政府啊是在保驾护航，他知道这个扣分很多，所以他现在重新啊，透过防疫来找回妈妈市长的形象。但是我必须讲，他今天讲的这个啊，处事无畏，和平共存，请问一下，大家认为他真的处事无畏吗？他碰到严家的事情。就畏了嘛，就害怕了嘛。畏首畏尾，他不怕你啊，不怕大家的质疑啊，对啊，对不对？那他重点就是和平共存，跟谁和平共存？跟严家和平共存嘛。所以重点是后面的和平共存嘛。但是今天我必须要讲，就是说今天这个是把整个台中给陪葬下去了啊。因为这我为什么昨天我们看严立明要这么样出来讲话，这么我不需要讲，他quick call真的是比严宽宽好很多啊。我认为他会他在他的讲话的逻辑，他的声势，哇，真的是中气十足，而且但是。我必须要讲，就是说你们今天这样的讲法，事实上只是能够让民众相信吗？你理直理理不直，气很壮啊！我们讲他理直气壮，可是大家讲话，他连拿出来的图都是这个小那个网络上找出来的这个图，但是人家用别人画的网友画的图，不是真的图，被人家揭穿了。对，但而且。台中现在最麻烦的就是，当其他县市不断在往前走，当其他县市的捷运都已经成为网路化的时候，台中现在还是只有一条捷运。嗯，这是台中输，不但输在起跑点上，现在连在中间都输了。我觉得最可怜的是台中未来的发展。我们要请子哲来回应了哈，怎么会这么铿锵有力的一个挑战林佳龙市长的一个说法，结果拿出来的图居然是网友画的？好，不是市府规划的，然后国民党还跟进追打。哎，刚才谈了很多捷运站，我待会回应了。我先回应一下，大家很喜欢把这个严宽恒跟这个林静怡在立法院的表现拿来做对照了，大概就要强调说，这个严宽恒这个很土性啦，哈 ，local 啦，哈，表现不好。可是我要问一下，他们两个啊都当过立委，这个严宽恒还担任过两任啊。事实上，公都盟的评鉴里面，严宽恒从来一次都没有被公都盟列为待观察委员。林静怡这几年，他曾经就被列为待观察委员。我不敢说严宽恒多好了、啊，可是如果要拿成绩的话，外界的评估看起来，严宽恒没有烂到比林静怡还烂啊。第二个就是说，刚刚谈到道歉的事情哦，大家也知道，我揭露这个林静怡他担任 VICP， 也就是这个疫苗受害哈救济委员会委员不开会请假很多次跑去上政论节目，林静怡到现在为止有出来道歉吗？他现在都被除名了，从来没有对这件事情表态嘛。我说如果要去这个要去评估他们评价他们，要用同样的标准啊。广告之后我们更多讨论，马上回来。